好右邊。右邊唔該，呢度。我嗰張右邊，廣東話先 ，OK。Hello。第一次上。係啊，好興奮啊！但係頭先聽完 briefing， 而家開始有啲驚。因為剛才有個我不知道叫什麼，總之有個男仔說呢是更厲害做 CrossFit， 即是他做開 gym 他都覺得很辛苦，那我在想死了，我死了。那你有沒有做些什麼保護措施或者準備？沒有啊，就是他又會濕透啊，即係連成身加埋入面啲衫全部濕曬，所以我即刻很緊急去買嗰啲一次性內衣。我怕真的會濕得咁緊要，所以即係唔好感冒嘛，因為你知啦，香港而家即係身體健康最重要。咁係咪啱啱喺內地翻嚟？係啊係啊，翻嚟個禮拜。係諗住翻嚟過年定係？係啊係啊係啊。咁會留幾耐到？起碼到三月啦，因為我媽咪生日。我媽咪都喺香港。我媽咪一路都喺香港。